看中太仓优良的投资环境，台湾奇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年初在科教新城投资设立公司，主打新材料研发应用，引进全新服务商业模式，计划后年产值达1亿元以上。我们结合了三大互动系统，人体感应互动、触控互动和手机的互动，所以之前的10年，乔布斯创造了 I 系列的所谓的低头族的产业的形成，那奇伟未来透过玻璃显像、大尺寸的虚实整合的一个运用，再结合互动，我们要在未来10年创造 S 系列的抬头族的应用。